桃园太下嘅南县里，系一个当标准嘅传统客家庄头。几行年前，转家乡嘅后生人郭庆勇，对当地嘅庙事文化出发，同庙方呢成立嘅工作室，开始做山区演出同地方创新，一步一步越出彩地嘅文化。今年其实几行大棚，长起个老屋，结合嘅贵太村又庆勇想法嘅盘，希望老屋嘅价值做得延续下去，带来全新的文化生命。来看那 NHK 记者吴怡云同蔡依松的报道。我们现在这一间庙宇呢，其实是我们这边南新庄头最重要的信仰中心，然后它刚好也是在这个里的正中间，所以其实这边很有趣，它这个庙埕呢，就包括关怀据点啊、守望相助队啊、青年的新创工作室啊，甚至国小都在这个地方。睇下进到家乡嘅后生人郭庆勇，讲出庙宇同祭天历史、韩国文化有几层嘅连结。所以其实南新里这边呢，算是蛮显明的客家庄，但它同时也很多元的生活文化层次在这边。对，那永昌宫其实是大概它的信仰脉络已经有278年了，对，然后是桃园最久的神农信仰。几行年前，郭庆勇在当地的百年古庙蕴藏永存的仓库，打造为一间结合艺文空间的梦想工作室，今天为地人类发展。据说董三忙去拜访彩地的路窄，还够前出当地有很多物件特色。不断的过程中，有挖掘到一些很特别的那个过去的脉络。那其实，在大概106年，就大溪被划进客家重点发展区，我们才发现说，哦，原来大溪在南新庄头这边是很比较显明的客家庄头，然后也开始也去了解说，哦，那大地方的客家脉络跟客家文化是什么？习惯那种各种调性强调的位置。今日将客家同神农泰地的关系连结起来，用神农泰地的景色来发展地方创新，还够盼相关发通。本次体验还看认同其他条的想法。回来之后进一步认识神农信仰文化之后，也发现其实神农信仰文化谈的东西是很多很有趣的，而且跟我们想要畅谈的一些就是态度啊，或是他庇佑的部分，其实都蛮雷同的。我们要维护我们这个庙宇的宗教一个文化，所以说我们把庙方要吸引年轻人进来，我们要办创生，要办这个年轻人要一个聚会的地方，所以说我们这几年，很多的年轻的团体都一直到我们永昌宫来，用宫庙的元素，天天地发展出当地的特色。将起结盼长草合同，用神佛同众嘅拥簇崇石来烧结神农信仰，无就起盼工作坊九面钟七分音同七分编织嘅技巧压雕，压雕团队很发挥世界准创，世界烧结强妙嘅创意镇压，经过无穷嘅现实，本行卡导演来演示蕴藏强。这店它是用开门的方式，我希望是透过打开庙门，然后看到庙里。然后这里我把它设计成神明俱乐部，因为我们除了神农以外，还有收留一些落难神。然后这里就像俱乐部的概念，有很多神明在里面。地盘发动的工厂动作，加了美粉烟，冬天没有一朵冬针掉给农体产品。古早就算的卖物产的四点美，我哋小街行卡到后生农民的产品同故事。等下要做饭来。
金鱼。金鱼。好，就先面团先揉成圆，让它表皮表面组织变成光滑细致一点。行到团村，每栋用心前出菜梯的专业人士，将个菜梯传统饼店的甜梯，味道为甜的都是梯，出来本本还有做传统的糕饼，每能为发展高年人饮食昆虫文化。因为头摆庙方嘛、建教嘛，还是七月半中原普渡的时候，因为物资比较缺乏嘛，都会呛死夫用面粉来做了，总会拜拜用的蔬菜水果，然后一般我们家常常看得到的，或是鱼啊、螃蟹啊、乌龟这样子，对，增加它的祭拜的时候它的丰富度。高庆玉对菜地店家田野调查韩国拜访当中，发现许多懂得的保留嘅文化。故所强调，未接送机盘搞好沟通，同野调专家联络起来，后拨野调路点咩来发挥其野调嘅价值。现在年轻人比较低温食品都变很少了嘛，然后你已经开始都一直整个社会都一直转型，就是说找把传统的东西，然后让人家包装以后。透过教学让人家比较可以接受新的东西，这样子就是透过包括开始有一些邀展邀请展览，对，或是有一些媒体的露出，或是让很多人参与了他的，比如说我们刚刚做看桌的工作坊，很多人听到，就是你会发现其实让别人跟他讲，哇，这个好棒，会比我们很认真跟他讲还重要。那位家头每结合台海的蒙语文化，皮用先生落去教业，为蒙语文化当今学习。其实呢，对于学生来讲呢，是当好的机会，所以各方面接触到呢，是来新入的只母语学习教室，是到南兴介绍呢，把它那个微缩空间呢，充分的利用起来。因为当时木博馆其实也非常希望把就是木艺教育这一件事往学校去扎根，所以就刚好把对的一个是有需要这样特色资源课程，然后一个是需要推广，那你把它媒合在一起的时候都落实了这样的一个木艺教室。对，那在地的师资进来其实就是包括在地的老师傅啊，还有年轻的木创工作者，那未来我们也其实希望是说这个教室也有一个就是师资培力的角色。家头每利用好高每一个重点来做搞好，打出各种的梦一片，好不好上诶？还看有成就感，没屁用米干。可以废物再利用，就是我们用废弃桌椅拆下来的，做成的踩脚板。我一开始原本对木艺没什么兴趣，但是后来我看我爸爸帮我做书架那些，我感觉很有趣，所以我就想说，来试试看，然后就发现很好玩。会以兴趣为导向，就是带他们从木材的认识开始，然后去做一些小的创作，也会带一些比较稍微技术性的，比如说像我带他们做一个小盒子，或者是相框，那其实都是以实用的木作品为主，动作啊，因为他们会这样很快的，这个声音，然后加上动作，高庆勇每同同体的行业新春时联络起来，总来分享大鹏新春时的开口时失踪较好，业度高热，来发展出一套上起同体的特色游戏文化。结合到乡下。我们都会发展好台海那个一种客家文化，因为充电放在其别地方的话，天然那个有别的特色，要不有个那个石堆呀，哈，结合个神农那个，它特殊那个方式都在，哈，继续传承下去啦。当然希望结合到个佛教啊，因为四年内当都是传承啊。我们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去慢慢去找出我们地方可以表演，比如说客家诗的诗队，然后或是小小的偶队，对，那 让表演深化在地方，因为是从大家的生活出发，所以它绝对会跟其他的表现不一样。最后我们就是再把我们的神农爷也一起结合进来，那这个就变成我觉得它就是南兴庄头这边自己成长长出来的一个表演内容。也结合年来高庆勇第三期演出，韩国地方创新，天天的发展起来过后，
今日同一区同江基落户的吉盘，同本地的汉同同年的国风农夫，哪里在过好好地用？我小时候其实也在这边成长长大，然后这个店啊，或是户外的环境，其实都我们小时候的生活环境。没有人在里面被使用的时候，其实老房子就坏得很快。在大概前年吧，前年就因缘际会，就是遇到了，就是后来一起进驻在这个高家瓦屋聚落，一起共同做不同发想的伙伴。那他那时候提出他想要做的事情。高金勇准备自家的家乡台海过后，出台成立的工作室，同时也带同三期银创同天风创新因为让伊部个金美同加条本地的汉东区位的国家路网，拿来重新来修整过后，也是没有一栋的人开始落来亚个空间，同亚个路网的再个发展起来。所以那时候就会提了一个叫老屋新生活运动，就是我们觉得老房子其实有很多新的可能性。对，然后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谈它，它可以里面可以做新创，它也可以生活，然后也可以有艺术进驻。对，这是我们期待这间老房子在未来可以发挥的价值。大家都按一次，其中一堆后生公婆同农户的前途水下来，可以美食文化素足的体验高食，也都希望传统的美食文化同样农户的都好，会有无穷用的新气象。那我们也注意到这几年台湾的朋友可能对美食文化或是对贵这件事情比较陌生，越来越陌生，越来越不了解，所以我们才希望说，我们有机会跟阿嬷学了之后，我可以用传承的方式来传达给这个大众的民众来重新认识这样子的文化。家头嘅美食文化高食，每天的时节无就会接近来安排考察，安尼考察同农户嘅就很较融合。那我们课程的进行其实是希望尽量随节庆在变化啦，所以像即将到来的一二月份，要过年了，我们就是做年糕、萝卜糕跟花桂，那11、12月因为是那个台湾萝卜的产季。所以我们会做可能大家比较熟悉叫客家菜包，所以我们是随节庆跟台湾的物产的产季在做变化。那外面有盘菜同农夫的后冬的木的韩国竹篮桂草做结合传统的通分友善空间，条黑马是上草大农的环境，享有的条家是花了一段时间一时一时的切家来种来打草。我想说，那荒废与其这样的话，那倒不如我把它整理起来看看，看看能做什么。然后我先就是把后面先整理起来，我就想说，好，那我就把这边盖为就是说有红砖屋、红砖瓦屋、玻璃橱窗货柜屋，跟我的后面茅草屋结合三个元素在这边。通屋在传统都空，只有几段的稀稀。游客每地按食材计蔬菜，唔会冲啲都市安尼吵吵闹闹，消费者每游客全是每体验。这边的话，不管是人，不管是动物，不管是所有在这边，他只能说在这边，尽情的来这边放松心情。这个空间可以带给他们有比较传统，务农的这些生活啦，乡下的这些感觉啦。虽然他身处在都市，但是他就会有这种。让他感受到以前的那些淳朴的感觉。那接下来我们包括前面就是以前是烘谷机的加盖仓库，那个空间呢，我们把它结合了台湾湿地富裕协会的老师们，我们正在讨论未来有没有生态的推广课程。那接下来这边里面的空间呢，就是在我们现在正在筹备的，就是一个陶艺工作室，就是在明年3月的陶艺创作者也会开始进驻在这里面。同农户的拿来种果，好好地用，创造出行卡度的价值，未带来行卡太的意义。国庆用银币经过按度日无穷用的能量，强下来打出农户丰富的新生活。按你农户的每天创造行卡工程。